各位好，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。好，那如果所预测的，跟各位讲，这个是选股不选市。好，今天非常高兴，我用一个观念跟各位来分享。记不记得我最近常常鼓励大家，你过去没有赚到的钱，甚至小赔，甚至有些股票套牢都没有关系。我用人生当成打麻将来跟你做比喻，你前面东风南风西风，麻将要四圈嘛，对不对？东南西北嘛，你前面东南西三圈你都输，可是当你人生应该讲你的麻将决胜负是在北风的最后一把，北风北结束之后你来定胜负。你前面输了十把，你只要北风你赢一把大的回来，你都可以 cover 过去，都可以去弥补，都可以从输变大赚。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经验了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档股票它叫做注意股票。好，注意的代表意思就是说涨多了，周转率变高了，大家都在讲了，皆知向闻了。我今天看两大财经盘中即时媒体，一个是东差，一个是飞差，这两个频道里面，我大概每15分钟我就听到一次雍智科，雍智科，雍智科。我昨天晚上，丁老师昨天去上股市现场，我8月6号的时候我讲，我用7月营收创新高里面交叉比对，找出来金策、雍智科这两个都是做怎么样测试的，营收同步创新高。结果昨天晚上主持人告诉我说，哇，我一来录影的时候他就讲，哇，这个雍智科啊是你最早在我们节目跟全国观众介绍的。我讲股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行情来了你抓对了你自然就会赚，没有行情我也没有办法。我8月6号的时候跟你讲，我在全国的节目里面讲，我说金策跟雍智科营收同创新高，两个都做一样的啊。啊，金策毛利率50%，雍智科毛利率52%。我当时跟各位讲，有没有？我在股市现场这个节目是公开的，全国都可以收看到的。我讲金策500多块钱，大家害怕；雍智科100出头，我说你可以来做个比价嘛，两个做几乎是一样的东西啊。一个500块，一个100块，毛利率100块的比500块还要高。到今天，全世界的都在讲金策了，啊，都在讲雍智科了，全世界都在讲雍智科了。注意股票，那八月份谁最开心？看我节目的最开心，有跟着做的最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会员最开心。那谁不开心？没有做到的不开心，手中股票不涨的不开心，套牢股票舍不得卖的不开心。那我讲都没有关系，都来得及，记不记得？我常常鼓励大家啊，我讲在这里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雍智科会涨到多少？我在8月12号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我讲当时我初步目标价设在1，这个，啊，我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落人口实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现在目标价向上，不断的向上，向上提升，好开心啊！我从当时的这个目标价，我目标价又往上抬高了，重点是，我现在我。股价离我的成本已经太远了，我已经大赚50%多了，
含三块股息，今天涨停板来到多少？6683，196块钱，193嘛，加三块钱股息，196块钱，你知道是多少趴吗？196到125是多少？是多少趴？多少块？多少钱？71块钱哎、欸，这第一个问题嘛，会涨到多少嘛？啊，我知道大家都不敢买了啦。它为什么涨停？因为大家都不敢买了。老师，这股票还在涨，还在涨，还在涨。我今天听盘中人在分析、在解盘的时候，我就听得出来了。主播也好，受访者也好，每个都说啊，雍智科啊，涨很多啦。那这个地方暂时不要追高啊。啊，有人说跟金策比价啦。那废话，金策比价你早就知道，我8月6号就跟你讲跟金策比价啦。啊，我8月6号就跟你讲跟金策比价啦。现在重点雍智科第二啊，啊，眼睛张大，现在我们要做雍智科第二。当然说实在话，雍智科我也不建议你追了啦，因为它已经被列为注意股票，这注意股票就涨多了嘛。主管机关就告诉你说它涨多了，周转率变高，热了，大家散户都知道，就提醒没有上车的人，就这么简单嘛。那你主管机关提醒。提醒归提醒啊，我买在这里的人我随便卖都大赚呢、啊、我随便卖都大赚呢、啊、坦白讲我也提醒你，我也告诉你不要追了啦。我也告诉你不要追了啦。重点在这里嘛。狂贺啊。啊。狂贺啊，雍智科涨停板啊，啊，你还有没有？我们125买进的、啊、到今天已经大赚 56.8% 了。重申目标价雍智科上看多少，这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请密切留意雍智第二即将发动。我给你两个重点今天。所以你现在没有赚到雍智科的没有关系。好，甚至我强调一点，在我在介绍我自己的股票之前，我先把你的问题我们先放在前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其他老师不太一样。好，雍智科今天涨停板嘛，我们刚刚讲到重点 也都说了，就是第一个目标价到哪里，第二个雍智科第二即将发动。好，那你手中如果有这个呢，国巨，我来帮你，我再讲一次，好，你手中如果有被动元件，有矽晶圆，或甚至其他夯不啷当的涨不动的股票，到现在还在这个地方破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你的分析师也不知道怎么办的股票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带你做，胡一把大的，你做一把大的，你赚一把大的，可以把之前十把小的把它赚回来。密切留意雍智科第二即将发动，我在这边跟你报告，在这边跟各位做报告。好，雍智不要追了，雍智真的不要追了，真的不要追了。所以要注意，八月份谁最开心？我们最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这里，其实我常常跟各位讲，我说我们做股票好，逻辑最重要。记不记得我当时讲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再重复一次。8月6号我在股市现场公开讲，我说金策你们大家都知道股后嘛，前股后，对不对？前股后嘛，那个时候在这个位置508块钱，今天来到565创新高，你们都知道金策股本 3.2 亿，对不对？我讲金策毛利率 50%， 3.2 亿的股本，雍智科股本只有2.1亿，
好，那今天你看到了，永慈阁涨到这里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个比价效应嘛，就是个比价效应嘛。好，那我有讲哈，我说哈，永智科哈，我十六号的时候讲，我说永智科从110涨到160了，还有没有隐藏版？我当时跟各位讲，有没有？我讲这档股票永智科 ，EPS 5.94元，这档股票 7.94。毛利率虽然它比它少一点 46%， 哎 ,46% 也很高嘞。可是盈利率 27% 跟它伯仲之间。而且营收 年增率是大幅度超越雍智科。我当时跟各位讲这个股票雍智科这样涨了。你注意雍智科第二。有没有我们跟各位讲这样子讲。有没有？你待会会看见的。来，今天涨停板，今天涨停板，所有跟着我做的，甚至你打电话来的，今天全部大赚。我讲在前面哦，我在8月16号的时候就跟各位讲了，啊，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。来，待会秀给各位看这档股票，8月16号，我说盘整出标股，这档股票来，今天涨停板，你打电话来全部大赚。好，这个待会再跟各位讲没有关系。好。我再跟你讲，我昨天开牌跟各位最后提示的，来有没有？这档股票腾辉，今天怎么样？看这里，你有国巨的，你就算昨天你听我节目讲腾辉6672，好，这是国巨，你今天早上把国巨卖掉。腾辉今天有没有让你涨停板？你再看一次，我昨天最后跟你讲小心大涨，今天有没有涨停板给你看？你早上你去买腾辉，你是不是大赚啊？你的2327的国巨收最低，你摸一把大的可以抵过18小的啊。雍智科涨到今天涨停板四根涨停板193块钱，金策到今天创新高，从508块钱到今天656块钱，这个都不要讲。我是不是跟你讲双响炮？我是不是跟你讲双响炮？那今天告诉你，我们加了一个大三元。你昨天打电话进来的，有没有？我说你把那个三个数字带回去。记不记得我说8XXX，剩下那三个数字你带回去，你带回去的人今天全部赚涨停，有没有？这档股票有没有赚涨停？全部大赚。好，所以我跟各位讲了哈，双响炮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今天我们怎么样？大三元，我们大三元，重点是雍智涨到现在了，我要你跟上我的大三元，未来我们可能要做大四喜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我的已经在看门道了，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，这就是财经。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。非凡商业台，从台湾放眼国际，从生活挖掘商机，从食衣住行出发，用最新的思维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。
我是曾中玉，非凡商业台全球新观点，提供您理财新视野。大家好，我是邓明娟，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改版喽，黄金、债券、基金、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，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。只要钱长大，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，请锁定非凡商业台。只要钱长大。顶尖好手，正面对决，早上九点锁定非凡抢先报。非凡商业台财经。那几个重点哈，来，还是这句话啦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你前面输的，你摸一把大的，就抵过输十把小的。不是这样子吗？雍智科，到现在八月份谁最开心？哎呀，我知道啊，你们都说老师啊，这雍智科我也不敢买。我知道你不敢买嘛，可是你要看怎么操作嘛。那几个重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雍智科会涨到哪里？我目标价上看多少以上了？有拉回我会带你买，没有问题。这第一个目标价我设好了。第二个，雍智科第二即将发动，这里。所以你看，双响炮，糊了一个双龙爆，金策、雍智科今天再拉第四根涨停板，金策两根涨停再创新高。你前面有多少输的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有被动元件的，赶快来找我，我来帮你了。我只跟各位讲，拜托拜托，你自己的财富，请你自己要顾好啊，亲爱的观众朋友。老师被动元件我舍不得卖，老师被动元件高股息殖利率，高股息殖利率。你去看看3062合成堂有没有填息？我们不去讲那个东西，啊，因为我懂做股票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我跟各位讲什么？腾辉有没有？我跟各位讲什么？我说。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计划，台湾唯一供应商，你说机不机油赚3.12块？你说阿萨布的股票就算了，你台光电你都敢买100多块钱，毛利率24%，联茂毛利率19%，营收创新高，腾辉营收也创新高，毛利率28%，你给他比一下，这个跟这个比，谁比较高？跟这个比，腾辉最高，营收都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创新高。股价127、137，8月13号这收盘92块钱。我说我笃定他要跟他比价，就像我讲金策跟雍智科，他会做比价效益。雍智科毛利率比金策还要高，你市场上找不到标的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朝这个题材去做嘛。有没有？雍智科今天是不是拉第四只涨停板，股价快到200块钱呢？哎，金策还在往上跑哎。不知道是雍智推着金策，还是金策拉的雍智。
一个110，当时120、130，到现在转眼快要200了。金策从500、550，今天创新高565块钱。腾辉，昨天我还讲腾辉 KY 开始出量，有机会挑战新高，空手者你赶快买。我在这边有没有跟你讲，圣达科我今天出掉了啦，昨天圣达科涨停板，我这个扣讯也秀给各位看嘛，你看得见的嘛。腾辉我昨天再买嘛，我还是再买嘛。为什么？你135块台光电毛利率 24% 你敢买？你联茂147块钱毛利率 19% 你敢买？你不敢买92块腾辉我买，小心喷出。礼拜二今天涨停板，我有没有公开跟各位讲？请问观众朋友，我还要怎么帮你啊？我只差没有叫你坐在我旁边，我只差没有，我一个口令，我已经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只是因为你是在盘后节目看的。那你就算盘后节目看，我昨天跟你讲腾辉我买了，那你今天可不可以买？可以嘛，你买在这里嘛，那是不是赚一次涨停板？那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你没有跟紧啊。我都已经讲成这样了你还不买，那我想请问各位，那要怎么样呢？那你留被动元件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你听我讲，昨天国巨卖掉，今天的腾辉呢6672。哦，拜托拜托，一切都来得及啦，对不对？创挂牌新高过了嘛，腾辉过了嘛，这挂牌这一天最大量嘛。哎，那像不像雍智科那个时候嘛？老师我不知道雍智科会不会，老师 我不知道，我不敢买雍智科。哎，那你腾辉敢不敢买？老师啊，腾辉涨停板啦，那如果后面还有3只、4只、5只呢？老师 我就是不敢买，还有没有下一只股票？每次都是这个样子，怎么会？来看好腾辉与台光电联茂比价，可能会是下档雍智科，可能啦。OK， 终极目标价还有几成以上空间，会涨到哪里？我都已经设想好了啦，对不对？恭喜腾辉涨停板，重申目标价还有多少以上空间？所以不要问我，跟着做就对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重点来了，我刚刚跟各位讲，我说摸过一把大的，你就胜过输十把小的了。来，8月16号这档股票，我利用大盘下跌跟你讲，利用大盘下跌跟你讲，我说盘整出标股。我说雍智科当时在这边打底在整理的时候大盘也是下来的，后来大盘盘整它飙出去，这叫盘整出标股，盘在整理出标股。这档股票大盘跌它也没事，而且我讲它这个跳空缺口，它这收盘之后从大盘跌到10180那一天开始，它没有一天收盘收在这个缺口之下的。我有没有这样子跟各位这样讲？我说你如果不买没有关系，到时候就看着我们大家来赚钱，看着市场像今天一样，雍智科、腾辉，今天大家也在讲腾辉啦。我有没有这样讲？来，我还讲什么？来，我一档一档跟各位谈，我一档一档跟各位谈。来，直接看给各位看好，来，有没有涨？有没有涨？鼎炫有没有涨？来，你注意看，毛利率46%，我有没有讲错？我当时跟各位讲，我说跟雍智科，雍智科毛利率52%，它46%，它盈利率跟雍智科差不多，我有没有这样讲过？有吗？
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刚刚贴着的这张图我讲几天呢？这张图我讲几天呢？鼎炫，16号讲完，19涨停。我当时跟你讲，我说雍智科从100涨到160，还有没有隐藏版的标股？雍智科，我讲这档鼎炫 KY。你所有跟着做的人，你只要跟着做，你只要跟着做，你全部大赚，你全部大赚。跟优质科比价，有没有大三元？狂贺啊！继优质科喷出四只涨停板之后，鼎炫 KY 拉出第二只涨停板，短线目标价不变，还有很大的空间。来，我请问各位，双响炮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继双响炮之后，金策优质科。我们再度完成大三元的超级使命啊！你摸一把大的，抵过输十档小的啊！任何股票的问题，你手中股票不涨的，好，我跟各位讲，你今天打来一律五折，带着你赚，我只差没有牵着你的手，叫你坐在我旁边了，把电话拨通，利用今天最棒最棒的优惠。你绝对负担得起，毫无悬念，只要打得进来，你只要打得进来，跟着我，我来带你做大事情。今天打来一律五折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。